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个皮肤不买炫彩，确实不太行，感觉。人家歪国都泛滥了，什么歪国？歪国什么玩意儿泛滥了？泛滥了就吃啊！还有什么能泛滥的东西吗？全军出击！白虎，歪国泛滥了，放屁吧！白色的老虎，它的皮好看，皮好看就有人拿它的皮做东西，知道吧？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一级的大虫子。刺儿，哎呦啊，这也能刮着我，这动画效果有问题呀，打个不灭。刺儿，快跑啊，这时候就得快跑。哎，我也生了，沉默，哎一下，刺儿，要抠我，那抠不着。沉默，平 A。哇哦，好厉害的一波操作！啊，他带的点盐啊，我们小心点啊！这小子带点盐，落手带点盐，伤害确实高，流血加点盐。起立，沉默刺儿，砸不着，哎，插个眼儿来。你的灵魂永够完美。再见，害追呀、啊！你这都追不着了，你还追啥呀？我都走了。哎呦，我这翻身踩起来，沉默刺儿点燃，刺儿换了吧，换了还可以啊。哎，闪现收好了，这边没闪现不应该。反应慢了，应该闪一手，闪一手应该能把他杀了，我们死不了。饼干吃了也死，那潘森20%血必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插个眼儿的。其实不用插也行，那潘森搁中路呢。起，这波不跟他打啊。沉默，好，这波我们升了刺儿，刺儿起，刺儿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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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，谁来了？来呗，我都杀完了，他再来，来就来吧，没有用啊这。你们俩干哈呢？来个人来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起，哎，完了，人有点多呀，人落手来了，哎呀，哇，右边闪会不会能走得了呢？关键刚才那个位置就闪到右边闪不过去。我刚搁这儿呢，闪不到这右边，我应该贴右边走，闪现到右边好了。没太玩好啊，这没关系。哎，沉默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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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吃波塔皮。我就不进塔劫他去了，这小子我估计是挂机了，因为他人没出来啊，出来了。十秒大，稍等一会儿，要不然让他给我们劈了，他爆发一套还是很高的啊。怎么的了？你看见潘森了？我咋没看见呢？起，沉默，刺儿吃，致命点人。哎呀，没吃死，少了一层。正好差个几十点血，好像。铁条没变我就吃了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如果不吃他就直接跑了，他瞪我他就跑了，这小子那落手那英雄有瞪。好抽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起，刺儿沉默，刺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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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，抽闪，黑眼儿了，这来个荒火护手吧。那怎么还往里插眼儿呢，带的？哎，不知道谁插了个眼儿，哎呀，真是佛了。真讨厌呢，给我劈了。
菜刀队你不无敌了吗？本来我也无敌呀、啊，我是可以无敌的。下边再吃他吧，他下边不好吃了，他又起来了，应该能。我们就不吃小兵了啊，这波我吃人，一个小兵没事的时候再吃一手。哎，没了防御塔啊。哎，这咋没起来呢？你是没完了，刺儿。刺儿起，刺儿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这回可不会再 A 眼了，我告诉你，送人头。这波能打，看他跟不跟我们打了。沉默起，平 A， 平 A 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完了，烫死了，我操了！你们这些生物真难看。没养住，啊，吃个蛤蟆吧，吃个蛤蟆。我没有蓝，你也打不过我，我就光刺儿，你都刺儿不过我，刺儿，刺儿，不打了，平 A， 刺儿，哎呦啊！致命点烟，这不会死了吧？啊，还好还好。哎呦我这瞬间一下从20滴血回到了60滴血，这寒冰挺烦人的，寒冰。真疼啊！真疼！啊！没回血呢，我凯旋呢？还是我们来个冰心啊？冰心儿聚酒反甲，聚酒出祭酒，咋的了？这儿寒冰是辅助，刚才寒冰你就往那落手身边带啊，那潘森。哎呦我这都能吃啊，让我吃一个，要吃一个。起沉默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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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小龙一会儿再打吧，小龙。一会儿打完，我们打的话，我们可以吃。不说了，今天晚上麦当劳我指定吃定了。哪来个落手？刺儿沉默，刺儿刺儿起立，
平呗。起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起。你这闪现制造者，我天！我去吃个小龙的。谢谢你的小龙，上路咱就不去了，我们中路再收一波。你拉啥呢你啊，你拉啥呢，拆塔。你这打不打的峡谷呢？给我打峡谷先锋吧，我再吃一个。不打白不打，打蓝枪是打野吗？蓝枪是中单，好吧。给我吧，我们又大了那么一点点。来人了，我先回趟家吧。不行啊，你老瞪我干什么玩意儿了？为什么要瞪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完了啊，三花聚顶了。我先把反甲做了吧，我们还能大一点，然后再做一个那什么，再做个巨酒，最后出个板甲。但是就即使他三花聚顶，大招也才打了我200多，也没咋掉血。其实小兵我还没吃呢，我现在一共才吃了一个小兵，我还能吃六个小兵，2×6=12，12+1=13，我们现在勉强可以吃三层，吃一个小兵吧。整的这个我都不想放的，我这玩意儿，我就下路把这玩意儿放了嘛。你整的一波了，我这才这么大点儿，我接受不了，我必须得大一点儿。我必须得成长起来。你去跟他防御塔单挑的。
将饱受折磨，永远。女警干嘛来了？哎呀，女警没吃过，沉默，好吃，女警，好吃。你要干嘛？给我杀他！给我追寒冰！今天必须得追死这寒冰。他指定往右边走了，你像个傻子似的，你这。给我追死这寒冰，今天必须追死他。哎，别杀他呀。打个小龙吧，我马上吃个小龙。你给他养着，我不一口吃了，咱们是赚了吗？你说他就不值钱，关键在我面前你要抢小龙，兄弟，我说实话，你有点侮辱人了，侮辱我是不是？差300块钱。这女警打人挺疼啊，这女警打人可挺疼啊。我吃不着，这个车补着我们应该就能出了。嘿，漂亮，回家出去酒的。最后我们得来个板甲，否则我们追不上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他能封着我。然后把鞋换了。有人说要出狂徒，出呗。我来了，给我追追，呀呀呀呀呀，140。哎，没吃上吗？吃了呀，没吃出来，你怎么的这姐？哎，人呢？这寒冰打人可挺疼的。寒冰啊，寒冰，完了。哎，真笨呐，那防御塔怎么能打着呢？防御塔打那么远呢？呀，这怎么还看不着死了啥样呢？这贴头做的不行啊。
我得批评一下这英雄联盟设计师了，这我太大了，对不起，我太大了。我再去吃个小兵吧。有些兄弟一定得注意啊，是后期的小狼了、小鸡了，血都挺多，容易吃不死。这只能吃1324。这是干什么？救命啊！队友呢？我要死了！啊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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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寻思我快死了呢。咋办呢？这回应该够呛了吧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999了，这怎么？啊，收集者了，我天，活了。行，下波是我们的终极形态啊，兄弟们。好像没有下波，哎，有下波啊！水晶复活了，水晶复活了。这是我们的终极形态，眼睛在动着。狂徒有了才是终极宠人的，狂徒也不加体型啊，有什么用啊？就是回血呗。等我有钱了，我把皮鞋给卖了。现在没有钱呢。我的所说的终极形态只是大的样子，而不是神装。我先吃一个，小吃一个。今天这寒冰，我不把他杀了。你给我起来！打死不？把潘森给我杀了！潘森，沉默！哎呦，真棒！下一把了。